香港岛和九龙之间过海有众多选择，传统的海上渡轮依然受人们喜欢。如果时间允许，在海面上慢悠悠荡漾着过海，海风凉爽，景色宜人，是非常惬意的。最出名的当属中环和尖沙咀之间的天星小轮，而在其他的地点也有着更多的怀旧小轮供选择。香港这艘船怎么跑岸上了？原来是一艘已经退役的海上消防船，现在变成一个展览馆，供人们参观，了解海上防火知识和一段历史。船被架高起来，参观的人可以看到船底和螺旋桨做个近距离接触，你也可以到船舱里了解一下海上消防员的工作生活以及那些喷水的设施。香港八月烈日下，无人敢规规矩矩巴士站排队，都跑到旁边角落有一点阴影的地方挤在那里等车。这样的炎热天气和强烈阳光，走动起来带点风可以忍受，一动不动站着晒太阳实在受不了。汗流浃背的人们估计都在心中默念，车啊，赶紧来上车探空调。这可能是香港最不开心的一个儿童游乐场设施了，它是因为现在没有小朋友过来和他玩，还是因为平时太多小朋友过来骑他所以不开心的呢？香港的儿童游乐设施很普遍，很多地方的设施相似度都很大，但也有一些地方会突然出现特色的设施。